他讲话就可以挂断了，因为那些只会让你们越来越 confused。请起立。起立。每一个人的人生，请坐。みな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私は今日の日本語先生、ゴーと申しますが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各位同心、各位学员、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吃饱未？啊，爱睏未？爱睏，我就叫恁念日文，就会爱睏啊！哈，好无？我拄仔讲迄句日文，啥物意思？有人捌来举手？啊，好嘞，请你来解说。几句嘞？几句啊？几句啊？我唔是讲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私はゴーと申しますが、今日の日本語先生です。啊？有啦，我姓吴，嘿，我拄仔就是讲哈。大家午安啦，哈！我是今仔的日本老师啦，哈。今日日本語先生，我と申しますが，就是讲我姓吴啦，哈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，就是讲请大家多多指教，哈。安尼，了解意思啊，哈。啊，在场的有上过，就是会晓讲日文的，请举手。嗯。哎呦，两个，哦，袂歹哦。啊，请问两位是？有跟日本人计较票，有票哦，安尼这可你也使勉强啊，你也使，你也使对呀，做小老师来嘞，做小老师好啊，啊后边这位好玩嘞，哦日本留学员我要先拜，安尼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，我嘛是日本留学的啦哈，啊我少年的时阵哈。就去日本读迄个服装设计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读服装设计，读日本日本五加国，就是先去读日本学校，啊，读了就去读服装设计，啊，倒来了都要拄到咱台湾的服装咧起步的时阵，迄阵民国，差不多民国八十二年左右的时阵，然后我就。入去这服装界，啊，拄好我的公司是迄个台湾甲日本这边合作的中日合作公司，所以我有一个台湾头家，有一个日本头家，啊，因两个一个袂晓讲台语，一个袂晓讲日语，哈，所以我就为透早翻译甲透暗，哈，连因要去食饭啦，哈，要去 club 啦，哈，要搁去年纪界啦，哈，啥叫年纪界听有无？日本人哈最爱啉烧酒的，对吧？啊，因若来咱台湾做生意，哈。你可以啉一摊，食饭饱再去啉对无哈？啉一摊是袂煞摊哦，啉一摊是袂，你就爱阁出来去第二摊。啊，因吼，因开这个可乐袂钱吼，敢那钱就好赚的安尼吼，可乐无一去，啉可能吼，啉几嘴啊，啊坐半点钟，坐一点钟，伊就要阁走啊，要阁换来另外一间可乐，无阁去坐安尼哦。啊，反正我嘛唔知这是查甫人啥物心态哦，啊反正。刚开始的时阵，因就无法度沟通，唔吼，啊，我就爱去替因做翻译，啊，我伫遐嘛是足尴尬呢。后来就头家讲，咩，你免来啊，因家己会晓沟通啊。哦，啊，我的日文是安尼拖起来的啦，哈，因为实在讲，去日本留学，我可能无像咱这位同心哈，请问你贵姓？杨先生哈，啊，请问你去日本是读倒一间大学？说他看了好几遍，我都还要赶快回去看一下我有没有讲错什么话。哈小谷啊，哈小谷是在倒位？东京哈小谷大家谷？塔谷啊？塔谷小谷啊？哦，啊哈哈主播了哈，塔谷小谷哈。所以哈，你读什么系？哦，国际贸易，这我的先拜啦，这看就知道我的先拜。你读大学毕业的吼，迄日本囡仔应该叫你来教下对。啊，然后就是安尼，甲日本人做生意做十几年啊，所以你看我哈，日本就是安尼拖，其实语言就是爱讲啦，哈。我今仔我若去日本读册倒转来，我若无讲，实在讲，我今仔我日本无遮够讲，哈。啊，语言就是像咱咧学台语。
学华语小感嘛，从细汉就是你就是有这环境通讲。你若甲一个囡仔，你甲带位日本，还是带位美国去，两三岁你就甲带去。我甲你讲吼，免半年，伊就入入教啊。因咧学足紧的啊，囡仔人咧学搁较紧，对无吼？啊，免半年，伊就入入教啊。所以讲，日本吼，日语对咱即卖台湾人吼嘛是真重要，因为少年啊足侪有啦，有一阵时间是迄个日。迄、那个怎么样讲？哎、欸，哈，嘿，哈日啦，吼，即马是哈韩啦，吼，啊，进前有一段时间哈日的时阵，我知有真侪少年啊，哎，想要去学日文安尼啦，吼，啊，即马哈韩，哇，主要有个人要去学韩文安尼啦，吼，啊，哈日迄段时间有一挂人就是做爱讲日文安尼，所以大大细细，我相信大家一定加减拢有甲日语有接触啦，吼，只是讲会向讲袂向讲安尼尔啦，吼。啊，其实我也要讲，就是安尼，你就是有予伊这个环境，吼。啊，咱即马大家应该知影讲，咱的台湾的地位是啥物货？嗯，哎、欸，日俗美战对啊，吼。咱台湾目前的地位就是日俗美战，对无吼？啊，英语是国际语言，相信大家咧学校绝对拢有学过，只是讲看你讲了会认得袂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英语大家拢学，但是日语呢，咱从细汉咱也无接触过，咱就唔捌学过日语，所以有个人对日语安那讲，就会较陌生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今仔日我要来教大家日语，就是讲，我希望直接短短啊五十分钟内底，会当互恁知影讲五十音安那读，吼、哦。啊，五十音安那读了后，我要阁甲恁教一个足简单的自我介绍，吼、哦，自我介绍。因为你若甲日本人见面的时阵，第一句你一定爱先自我介绍嘛，对无？吼，你无自我介绍，人唔知你姓啥货，阿要安那开始甲你讲话。所以我就想教迄个上简单的自我介绍，啊，互大家会用家己介绍家己，安尼好无？好好。那即马吼，因为咱拄啊有点名，啊时间有小可浪费去，所以我即马开始，咱就来读五十音，好无？我袂记问吼，啊听无台语的请举手。听无台语的，我拢听有吼，所以我就用台语教册啊，吼，开始啊，吼，来，咱先来念五十音，好不好？咱日语内底吼，咱有分一个平假名甲片假名，吼，啊，平假名叫做ひらがな，片假名叫做カタカナ，吼，啊，一般咧日语咧写的时阵，拢是写ひらがな较侪，吼，啊，这カタカナ是啥物时阵会用到，吼，日本人即马足侪个来个，就是外来语，因为因足侪是英文翻过来外来语，吼，啊，因若讲到外来语的时阵，吼，因就会写这个片假名啦，吼，所以一般咧，咱反正不管是片假名还是平假名，吼，这拢相共发，拢相共念做啊。好，这样学讲念做啊，所以咧，咱即马先会向念，先来念吼。啊，那你哪向念啊？边啊叫一个，跟咱讲注音呐，吼，伊就是用罗马注音啊咧，啊用迄个 A B C 甲咱注音在边啊加。啊，你哪样看这個，你哪样念，你五十音会向念啊？拜你一篇日本体来，你就照这安尼落去发音，你就知影安那念啊，安尼好不？哈。来，啊，咱来先来念五十音，好无？哈，来，来，啊，一，乌，诶，哦，卡，起，库，克，考，沙，西，苏，塞，索，他，基，兹，特，托，诶，刚才大家拢一样念呢。哈，我阿袂教，大家都拢会样念啊，啊会样念的举手，五十音会样念的请举手。哦，有过来吼，啊五十音会样念，所以，完全拢袂样念的请举手，完全拢袂样，完全拢袂样，完全拢袂样，有少数啦吼，所以我会教，卖教小囡仔，卖教小慢啦，好不？吼，啊，好，大家拢会样念，安尼好不？好，来，过来一届来，啊。一乌诶哦，卡起库克考沙西苏塞索塔基兹特托诶，啊这 S U 安尼数安尼
啊，就这样的发音对不哈 ？S U 的读树，啊，这 T O 的读兔，啊 ，S O 的读锁，啊，安尼会样拼未？安尼简单哈，好，安尼看这嘿发音，恁就知影讲这要安那念嘛，好不？好，来下一页，好，来 N A 读作啥 ？N I N U N E N O。哎，对啊，大家拢会响啊，看这恁就会响。来，咱来念一遍吼，来，拉尼努内诺哈希呼嘿吼妈咪母美莫呀悠哟，啊，这里加这里啊，一一哈乌诶诶。就是伫第一行的所在，第一篇咱都有念过啊，所以才就省略掉啊，好不哈？所以这篇爱会样念未？会样念未？未向请举手。好，再念一遍，好来。那尼努内诺哈希呼嘿吼妈咪母美莫。呀呦哟，来，我要请拄啊有举手的迄两位吼，来，这 H A 安尼安那安那念，来，别个卖讲，我伫点迄两位就好，拄啊举手迄两位来，来，我要看恁会样念的啦哈 ，M I 来安那读，来，这位学员，中迄坐中迄位 ，M I 安那读，咪，唔是。来 ，M I 阿拉塔 ，M I 就是 M I me 安尼啊 ，me 嘿，好，好不好？啊 ，F U 嘞，富，好，我隔壁来，我隔壁来，隔壁同，啊，英语看唔捌咯，哇 ，H E 嘞，好，嘿。哎，拢看唔捌啦！你顶讲话有当时啊，未转过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哎，啊，你要坐较出来，无你遐会沙雕的无？没有，我看下。好啦，啊，英语嘛未晓念吼。啊，无要紧啦，死背啦，好无？未晓就是用死背安尼啦，好无？来，咱搁念一届，好无？来。拉尼努内诺。哈希呼嘿吼，妈咪母美莫呀悠哟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哈，等一下我要考试哦。好，下一页。来，拉尼努内洛哇哦，这里 N 的调整，来发鼻音，好，来，再一次，拉尼鲁雷洛哇哦，啊，这哦 ，E U A， 这因为头前嘛有念过啊，所以才得个省略掉，安尼，吼，所以安尼了解吗？安尼，有啥物人要出来念的？会样念无？来举手，自愿。到前面来念一遍好吗？哎，较勇敢的啦，来啦，给你来，从第一页来，第一页，第一页。你们跟我都一样，我们都一样，没有一刚开始就接受的。第一页，好，来，我点一位同学上来好吗？好，这位同学来，好，你念嘛。注意力就是，想想看什么叫固着。阿姨有会学，卡起苦客苦，沙西斯谁说？他机智得多。听到、接触到的，然后就录到你的脑海里面的录音机，你录进去的东西，然后你把耳轨哈。好，结束了，你看，五十音伊无问题啦，来，换这位同学来。什么叫不自觉？第二篇。我问各位啊，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个动作，从门口？那你乌内诺哈希呼嘿吼，
讲台上面啊，面马哦哦马咪摸母哦母诶摸呀有我有有 ，Y O 有有。那是自然而然的动作，那叫固着。马。那个动作就叫固着。当你声明的时候，你就在刻意有意故意，你的注意力是自由的。因为你的注意力没有跟你的自然而然反应的行为连接在一起。好好，我们给他鼓掌一下，好。好好，来，因为你捌学过日文吧？唔捌吼，啊，今仔安尼念，安尼看这个发音，安尼加减会样念嘛吼，嘿啊，只是讲今有当时啊念了无标准安尼尔啦吼，所以有这个发音吼，会当帮助大家学日文会较紧啦，好，好不？好，来下一页。然后呢？下一页。我就先看。不是啦，第三页。越好的东西哦。好。加什么人要来念？较简单的倒几位？来。来来来，这位同学。拉里鲁勒洛，因为很多人排斥，哇，那些排斥都是在注意力系统里面的。嗯，这两个是一样的，人生价值。来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鼓掌。好，那这样子会念了吗？妈妈要东西，会晓未？他会哭，表达我饿了。敢有需要搁念一届，还是两届？有需要请举手。追求快乐，吃饱了。你都袂晓，你讲你想要搁加念几届啊？来，请举手。哦大家都会响啊吼，大家都会响，我就教较紧啊哦，好不好？哦，好来，下一页，来，矮沙子，这里读这啊对不？好，啊这里读这一，哈沙子，所以就念这矮沙子，啊念较紧的叫做矮沙子，啊矮沙子什么意思？怕招呼。好，打招呼对吧？哈，来打招呼，来，今麦来，咱开始教一寡就是日常生活哈，咱平常时啊，咱常常拢会讲到的，好不？好，来 ，Ohayo， 五十一 mas， 啊，这句捌听过吧？什么意思？早安对吧？好，来 ，Ohayo。五十一 mas， 啊，念较紧了，变作 Ohayo， 五十一 mas， Ohayo， 五十一 mas， Ohayo， 五十一 mas， 啊，你若惊袂记真吼，你会使用恁家己的方法先注音起来，好不好？用你们自己的方法先把它注音下来，然后你倒去你倒样念，吼、哦、啊！后摆你五十音啦背起了，你就知影讲正确的发音安那读，安尼好不？啊，先用你家己的方法来注音，好不？哈、哦，来，好，来 ，konnichiwa， 好，咱先一字一字念啦，哈，因为有的人袂晓啦，哈，啊，所以即马一字一字念就是 kon。这里的口对不哈？好来，嗯，你，鸡，这里哈，会当读作哈，啊会当读作哇，哈，啊直接读作哇，所以念起来就叫做孔尼基哇。啊，孔尼基哇什么意思？午安哈，我拄啊一开始的时阵就甲各位拍招呼，就讲孔尼基哇对不哈？午安哈，好来。考，这头是考，嗯，吧，嗯，哇，空，忙，哇，啊，这里，当头是哇，哎，当头是哈，啊，但是伊的边啊加两个点点有啊哈，这伫日文内底伊阿个节是浊音呐哈，啊有促音呐哈，啊因为迄像这安尼有啊，小刚是一字字啦哈，小刚是加无，小刚是这里嘛写大字的时阵嘛是字对无哈，啊但是加变作细字的对无哈，这变作细字的时阵伊就不发音了，所以这叫做促音，
哈、哦，啊，这小港这里啊多了两点的，它这嘛，啊，所以的它这空邦哇，哈、哦，嘛嗯哇，叫做邦哇，这两字的邦的变作有一个鼻音出来的，叫做邦哇呢，哈、哦，来空邦哇。啊，空邦哇什么意思？晚安哈，这足简单的，大家拢会响了哈。空邦哇，好来，过来，哦，呀，斯，咪，拉，沙，伊，啊，念起来它叫做哦，呀，斯，咪，拉，塞。哈、哦，这里“晒意”的个念，可以叫做“晒”哈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欧亚斯米拉塞什么意思？晚安啦，休息啦，哈、哦。好，来，欧亚斯米拉塞，欧亚斯米拉塞，欧亚斯米拉塞。好，再来，沙优乌那拉沙优那拉，沙优那拉什么意思？再见了哈，这个句应该是大家拢捌听过，阿妈拢知影什么意思，只是有阵时真正拄到日本人的时阵，恁煞袂记得袂安那讲，哎，是不是安尼？哈。拢冇听过啦，哈！啊，这五句就是上简单的咱的日常生活的挨杀子，就是在西亚起来的。哦嗨哟，国在马斯，哈，中到西亚差不多十一点以前啦，哈，拢会使讲哦嗨哟，国在马斯。啊，那十一点过了啊，到差不多下晡西亚五点，拢叫做空尼基瓦，就是午安，哈。啊，五点以后到暗时啊，要困进前，拢叫做空邦瓦，哈。啊，那要困呢？晚安啦、啊、哈，就叫做欧亚斯米拉塞哈。阿小公这塞尤娜娜就是要分开的时阵讲再见，才讲塞尤娜娜。像明仔载恁若下课了要倒去，大家就使互相塞尤娜娜安尼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五句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不懂的？好，请说。哦，晚上好，就白分了，讲叫做晚上好啦。啊，咱台湾咱拢讲晚安尔啦，吼、哦，咱无咧晚上好啦，吼、哦，咱无讲早安、午安、晚安安尼尔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日本人是有特别分出来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台湾人无分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中国人甲日本人是讲又甲分出来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，无要紧，大家这足简单吼、哦，大家若记起来就足好讲啊。晚暗时啊，就敢那迄落英文讲good night。好 ，good night， 对不？哈，啊 ，good evening， 加 good night， 哈，都无讲意思啊，对不？哈，啊，所以这个国家记起来，平常时啊，咧处理的，说甲处理的人，哈，在时啊，哦，还有个在骂死，哈，暗时啊，要困，哦呀，斯密拉塞，哈，像你个小朋友啊，得说讲，哦呀，斯密拉塞，小朋友会不会讲？会不会？哦呀，斯密拉塞，哎，对呀、啊，啊，你听有台语啦，哈，哦，啊，要困的时阵，爱甲妈妈讲啥？哦啊，暗时啊要食饭的时阵呢，迄阵在讲啥？离开台湾的时阵啊，咱其实咱有机会。讲啥？食饭的时阵。你免先别开去食的布条啊。晚安啊，晚安啊，哪讲 ？Kunawasa， 古纳，Komawa， 曼瓦，好好啊，小朋友，我要是咪那塞点样讲哦，好不好？好。
来，好，那上面这个 OK 吗？我可以进行下面这一段吗？可以吧？可以哈，好，来好，啊，大家安尼，哈等哈等下，我阁叫人出来演练咯，好，好，来，来第二段只哈，就是阿里加多，啊，五十一马斯。阿里加多五，五十一马斯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一句里头哈，的五沙里是五点点的，对不？哈，啊，本来这里无点点的时阵，哪塔卡，对不？哈，啊，五点点的时阵，它做啥？嘎，哦，这就是浊音啦，这叫做浊音哈。啊，这里无点点，哪塔？无点点，这里无点点的时阵，哪塔？靠，对不？啊，有点点的念做五，哈。啊，这里无点点呢，啥？有点点读做咋？好啊，所以这就是日本的浊音啦，哈。啊，来，咱再来念一下，阿里加多，五十一马斯。啊，念较紧的哈，规句甲念起来叫做。阿里加多国在吗？是。阿里加多国在伊吗？是。哈大声，哈大声哈！阿里加多国在伊吗？是。嘿，你爱念较大声，你家己才会记起来。你爱念小声声，你念伊就袂记起啦。吼，念较大声，好不好？哈，来，啊，这句什么意思？谢谢啦哈，这句大家拢知影，阿里加多国在吗斯哈，这句应该是做平常的话啦哈，啊大家应该拢听哦哈，来啊，人甲你讲谢谢的时阵，你爱讲啥？台湾民众的名铁雕。好，人来耳讲哈，人来甲你讲谢谢，啊你来安那回答好无？人甲你讲谢谢，啊你讲不客气对吧？哈，人讲唔免客气啦哈，啊免客气就叫做多伊达西马斯的。好，啊，这里嘛是土，对不哈？啊，土两点的，它这土，哈，土一大西马是的，土一大西马是的。好，啊，我呢跟你讲，阿里加多ございます。哎，啊，你们就要回答，土一大西马是的。好，啊，我恁跟他讲。どういたしまして？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安尼对答安尼，好不？哈，好来，来，这句すみません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句嘛是，这句叫做对不起啦。哈，啊，后边这句叫做ごめんなさい。啊，这句嘛是对不起啦。好，啊，两句有啥咪区别？刚怎样？好，来，咱先念，等下我解释好不好？来，这句读作“すみません”，“すみません”，“すみません”。好，来，“ごめんなさい”，“ごめんなさい”。这里，嗯哈，有一个鼻音哈啊，所以你们要把它念出来。可是念久了，你就会变成连音了。你打开去念的，你的时阵，你会变成ごめんなさい。但是你念久念紧的时阵，你会变成ごめんなさい。安尼，哈，ごめんなさい，ごめんなさい。好，这两句的意思就是讲哈，すみません就是讲，咱讲哎，借过借过嘞。啊，すみません，拍摄借过借过，安尼すみません，哈。啊，那ごめんなさい的时候，我做错事情了，我跟你道歉，叫做ごめんなさい，安尼。好，所以日文是有所区别的。啊，不过在咱华语内底，咱讲，对不起，安尼尔，对不？没有区别，哈。啊，咱台语其实是有小块有分啦，咱讲哎，拍摄借过一个安尼，哈。啊，那。做唔对代志时阵，咱会讲啥？是嘞。
是咧歹势，啊是我卡唔对安尼，对无吼？所以台语是小夸有分的吼，啊但是华语都拢无三分，拢是对不起安尼。啊日本伊都分啊足清楚的吼，啊歹势借过一个是斯密马森啦吼，啊然我做唔对代志，我都爱讲回事咧，就叫做五面拉塞。啊，这样子这两句会念吗？会不会念？来，我们再来念一遍好吗？好，来，すみません，ごめんなさい，すみません，ごめんなさい，すみません，ごめんなさい。好，这个来，卡接，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啊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们如果没有利用这一次机会，拜托诶，好、哦，像刚才一开始的时阵，我是不是甲大家讲，我多么希望是噶，好、哦，有了这个お願いします，就是讲，请你多多指教，就是请的意思啦，哈，请啊，或者是拜托啦，哈，然后叫做お願いします，安尼，好不？哈，好，お願いします。好，那 B 我们再来重新再念一遍哦，哈，来，ありがとう，ございます，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。すみません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すみません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哦，阿娇有不懂的吗？有买的吗？都了解了吗？啊，一样的话，我们可以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加好有两个发音啦。お願一里呢啦哈，啊一里嘎一里卡点点啦。哎、欸，我下次改注音出来，恁大家较了解哈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好，下次我会把它注音一下哈，大家会比较清楚哈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好，这 B 句型有没有不懂的？我可以进行 C 了哈。好，来来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好，这里字我都无念嘛哈，因为伊是小字哈，底下下卡加小字啊字，我说过小字的是促音，的是不发音啊哈，所以叫做いただきます。好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啊，什么意思？いただきます的是哈，哎，日本人较好嘞啦哈，伊那。在时要出门的时阵，还是讲要出去的时阵，就甲厝里的人、甲爸爸妈妈讲：“哎、欸，我要出门了。”伊就讲：“いってきます。”哈，啊，在家里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家人哈，伊就爱改讲啥：“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”哈，いってらっしゃい就跟咱人讲：“哎、欸，一路平安。”哈，啊，出门要平安啦。哈，安尼的意思啦。哈，你不能较搞嘞，因都拢会安尼讲。但是其实，日本人的这些日常打招呼用语其实是很好的，因为哈，我是觉得说你有讲这些话，会增加家人之间的一个怎么讲互动，哈，会有互动，然后呢，会有那种亲密感。啊，咱台湾人即马说怎有一挂礼貌拢怎无啥咧讲啦，哈，啊，变作讲，像这。塔拉伊妈，我开你那塞，就是讲，伊出门的时阵，伊会甲厝里人讲，哎、欸，我要出门啊，哈，啊，厝里人在讲，哎、出外平安安尼啦，哈，啊，一路平安，啊，即马倒来的时阵，伊会讲，我加上塔拉伊妈，讲妈妈我回来了，妈妈我倒来呀，哈，啊，你化解嘞，你们的时阵化解，妈妈总讲伫灶开无用，伊冇听到，啊，妈妈得甲你回答，我开你那塞。就是讲，哎呦，你回来了，你平安回来了，很好，安尼，哈，啊，这个就是说一种互动啦，哈，像
现在台湾人像我去住我姐姐家哈，因到喜溪中套厅啊，有两个门，前面因为它是山坡地，所以一楼前面一个门，二楼后面一个门。小孩子呢从后门回来了，哎，大人在楼下都不知道啊。然后我一上去说，哎，奇怪，小孩子怎么在二楼了？我说，哎，啊，你当时得了，我哪不知道？伊讲有啊，我为家得来，我讲。像台湾人就是没这个习惯，你若像日本人，伊不管你位头前后壁倒转来，伊甲妈妈讲，塔拉伊妈，啊妈妈伫楼骹咧无用，伫客厅咧坐，伊嘛听着讲，哎，囡仔位后壁门倒来，伊就知影，伊就讲，哦 ，OK， 你那塞，安尼是不是？可是台湾人拢无教这方面的啦，所以囡仔倒来，咱嘛唔知伊当时倒来，那我讲，哦，你敢那莫变鬼咧，当时倒来拢唔知影咧，哦，所以说在家里，如果说我们能够教小孩子哈。甲囡仔讲要出门的时阵，就讲伊得去吗？吼，啊妈妈讲伊得啦是啊，啊你嘛倒来时阵安那讲？塔拉伊妈，塔拉伊妈，好，这里塔，好啊，有点点的时阵发音就无同啊，吼，叫做塔拉伊妈。较大声啦，大家敢那要爱睡觉的款拢无声嘞，来，较大声来，塔拉伊妈。奥卡埃里纳塞，奥卡埃里纳塞，奥卡埃里纳塞。啊啊，你妈叫你叫做奥卡埃里纳塞。好，来，过来念一盖来，いってきます。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ただいま。おかえりなさい。好，这个单元可以了吗？会晓未？会晓。有问题无？请举手。啊，有问题请举手。啊，那无我得要继续下一个单元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 D， 好来。哎，不不不 ，D 啦 ，D 还没讲。D。好来 ，D 哈来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どうぞ。这里是读作“托”，“托”浊音叫做“多”，哈，五。然后这里本来是“嗦”对不哈？啊，浊音的时阵念作“嗦”，“嗦”，“嗦”，就是英文那个“鸡”哈，“嗦”哈。所以呢。念念起来叫做多做，好来，いただきます。什么意思？刚才唔知啊，哈，然后日本人食饭的时阵哈，人讲开动咯，哈嘞，叫做いただきます，叫做开动了啦，哈，人讲开动了，安尼啦，哈，啊，咱台湾人干哪，咱讲啥哈，咱台湾人台语安哪讲？吃饭啊，哦，咱就讲吃饭啊，安尼尔，对不？哈，啊，啊，因啊吃饭，因日本人吃饭是做有规矩的哈，啊，规家伙啊坐做伙了，那无讲伊达拉起码是是袂使开动，是袂使诶家己低价开家己当硬菜，啊，咱即马台湾人吼，哎，有诶囡仔无教的时阵吼，哎，伊就唔知影低价开就开始咧硬菜啊，好，啊，所以日本人是真有规矩吼，咱从细汉就安尼教，伊拢爱。坐好，等候大人嘛，拢坐好了。啊，即嘛，比如讲吼，妈妈啊是爸爸的话讲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啊，大家就对你话讲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啊，才低客起来，啊，才开始食饭安尼。吼，日本人食饭是安尼吼。啊，いただきます。然后咧，就有一个人会讲どうぞ。譬如讲妈妈是煮饭的啊，哎哈，伊就宽饭吼，大家食着，伊讲吼どうぞ，我讲还要请用餐安尼。吼，请用餐，どうぞ，请用餐呐。吼，来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どうぞ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どうぞ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どうぞ。どうぞ。嘿，好，安尼会晓讲未？阿伯，下暗要食饭的时阵，大家会晓安尼讲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来讲，甲你隔壁人就讲讲，伊达拉起马斯吼，啊，大家低价起就使食，吼，啊啊，隔壁人就讲落座安尼，吼，就使互相啦，吼，伊甲你讲伊达拉起马斯，你就使甲讲落座，吼，安尼好不？吼，来，
过来，食饭饱的时阵爱讲啥来？咱来讲吼，食饭饱哪讲好无？五指所有三马勒是达。好来，我念较慢嘞，好无吼？来，五指所有三马勒是达。五指所有三马勒是达。五指所有。三马勒是达，好啊！念起来哈，念起来，念起来，念哈。五指所有三马勒是达，好，安尼有较顺无？有啊哈，来，五指所有三马勒是达，五指所有三马勒是达，好。啊，食饱的时阵，咱就讲谢谢，我吃饱了，哦，多谢，啊是讲多谢哦，哎，谢谢你丰盛的一餐，安尼哈。然后咧，主人爱安那讲，主人就讲，哦，苏妈子沙妈咧是大。好，来，我那念哈，哦，苏妈子沙妈咧是大，意思就是讲免客气啦，好，粗茶淡饭安尼啦。哈、哦，啊，你本来就真有礼貌，啊，就你讲一句，伊就甲你回一句，安尼啦，哈、哦。啊，咱台湾人嘛是安尼讲啦，咱譬如讲，咱去用请的时阵，啊，咱嘛讲啊，多谢你哦，你煮到这顿真青草，安尼，咱嘛安尼讲对无哈、哦？啊，主人就来讲啊，无啦无啦，凊彩啦，凊彩煮煮也无啥物青草，甲你款待安尼，就是这个意思啦，哈、哦。好，来，哦，苏麻子。三马勒是达，哦，苏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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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马勒是达。哦，苏马子沙马勒是达。好，这篇有问题无？未晓念的，倒位未晓念，请举手，咱会使过来念几解，无要紧。来，拢会晓念吗？拢会晓念，我叫人出来念哦，叫两个人出来对话哦，好不？好，我来点名好不好？还是有人自愿要出来对话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无，念对无要紧啊，念对，我会甲你纠正，甲你教，安尼你家己印象会较深，好不？哈、哦，啊，咱来请，好，请这位学员好吗？来，来，来，还有一位，再争取一位，麦克风过来，再争取一位来。啊，请卡好，啊，第三座位大哥，什么人？啊，两个人来对话好吗？哦，还有台湾民政府的官员，国在吗？是，哦，还有国在吗？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おやすみなさい。おやすみなさい。さようなら。さようなら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。すみません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行ってきます。行ってらっしゃ。たった今。お帰りなさい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どうぞ。ごちそうさま。ごちそうさ
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おそまずさまでした。哇，帮我们拍手一下。哇，谢谢两位哈，哎，讲得很好呢，哈、哦，还有没有人要出来练习？各位来没出来练习不？再征求一组好吗？因为哈、哦，你俩出来讲哈、哦，你就会印象较深，然后你就会向讲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好吗？来练习一下啦，来啦。来掏钱好不好？哈、哦，好，来，再来一位，再来一位，来哪一位？不太会念，没关系啊，不太会念我就练习啊，我们教你们好不好？好来。那无守规矩的处理方式，甲守规矩的处理方式。哦，你就像拄啊，因两个安尼练习一下好吗？来，客户里面啊，你先讲。我不道歉，你随便。是啊，就从 A 开始啦，就像刚才他们两个练习这样。经济海域的呀，两位。哦，还有。我咪甲你讲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おやすみなさい。おやすみなさい。さよなら。さよなら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。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。すみません。すみません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なさい。なさい。ごめ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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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なさい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行ってきます。行ってきます。阿里公，伊得拉西。伊得拉西。阿里公，我回来了。塔拉伊玛。塔拉伊玛。おかえりなさい。阿里公，所以咱中央正饭开饭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どうぞ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お粗末様でした。谢谢。练习是不是很好？啊？好、哦，还有人要练习吗？还有吗？好啊，我们时间也快到了哈、哦。然后呢，下一页，下一页我很快的带各位念过一遍之后哈。然后呢，下一次我们高级班我会教大家自我介绍，好不好？自我介绍、哦、然后呢，自我介绍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说你姓啥、啊、你的姓怎么念，这样好不好、哦啊、有想要学自我介绍的请举手，好不好？想要再学自我介绍吗？有没有请举手？哎，那没兴趣啊、哦哦，人我之前上课的时阵，人迄规班吼，差不多199个拢举手呢。哦，大家拢讲下一堂课要过来学自我介绍，啊，恁这班是安怎？日文拢无兴趣吗？啊，来，我再问一届，想，好，哦，好好，想要搁学自我介绍，请举手。哦，哎、欸，袂歹，袂歹，袂歹。那下个礼拜我们是不是有高级班？啊，高级班的时候我就会教自我介绍，好不好？哦、然后这边呢我会念一遍，因为时间已经剩下两分钟，我会带大家就念一遍。然后呢我有几个比较常常碰到的信、哦、也许你们的信就在这里面、哦、啊你让我讲义啊，自己都去看看说我的姓，像说我姓吴对吧，
哎，我姓吴，伫咧哎五五哎，拄好伫看去。啊，第二行哈，即只对无？我姓吴，啊，就读做五，对不对？考考点点叫做五，吼、哦，所以我就讲五多么西马斯。好、哦，啊，譬如讲你姓来，唔知影家己的姓哪念的，请举手。我即马甲恁教来，啊，请问你姓啥？木子李哦，啊，木子李就李，其实哈、哦、有很多发音是一样的。你就讲，诶，私は李と申します，哈、哦，叫李哈、哦。啊，够，好来，请讲。卢沟桥的卢哦，叫做路上，路上，路路，嘿，路哈、哦，路。这进来底拢有哦，你就是会使查你的迄个讲义，好不好？来，啊，够未向念的，你家己的姓未向念的，请举手。好来，请讲。啊，彭哦，彭哦，彭叫做陌上，陌陌上，嘿，彭为彭嘛哈，哎，彭上少那个三点水嘛，对不对哈？啊，来你贵姓？啊，哦，黄叫做靠上，靠上，哈、哦，还有吗？还有谁不会念的？啊，还有没有人你的姓不会念的？你的姓不会念，好。那我们就这个回去你自己看好不好？因为上面也有这个 IUL 有注音的，然后你就回去对照那个五十音的发音的时候，不会念，下一期高级班我会再带各位念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你们就可以学自我介绍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啊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，好。